40年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是却可以让一座城市改头换面。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我带着憧憬和感怀，来到这座。 开满三角梅的城市，沿着脚下这条宽阔的大路，回望厦门40年来的沧桑巨变，追寻百年初心的历久弥坚。1981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一代代奋斗者、推动者。 实践者，杀出一条血路，书写下了波澜壮阔的画卷。1985年，习近平同志来到厦门，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创业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开拓者、建设者，他同广大特区建设者开启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绘下了东海之滨的。 壮丽蓝图，这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萌发地、实践地。40年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厦门经济特区历经风雨、披荆斩棘，推动各项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成为了改革开放所走过历程的生动缩影。载着40个春秋的洗礼，手捧下一个百年的期意，鸟语花香中传来了一个个来自鹿岛的好消息。
我们向党和祖国报告，如今的厦门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此刻震天动地的鼓里一声炮响油然在耳，这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自豪答卷属于他们，光荣伟大的建设者。
弄潮而向，掏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改革开放是经济特区不变的魂，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四十年来，厦门经济质量总量同步跃升，发展动力活力更加强劲，城市承载能力显著增强，文化软实力充分彰显，人民生活品质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前列。作为中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这座英雄之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以敢拼会赢的精神一路前行，一路歌，成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担当了探索道路创新发展的领跑者。从1987年的第一座跨海大桥动工，到我们成功拥有了第一条海底隧道，第一条海景地铁，第一条容纳山海的空中步道，纵横交错的桥梁隧道，海陆联合的运输路线，厦门人的幸福就穿梭在这四通八达的交通之间。车水马龙见证着特区的改变和腾飞，仰望拔地而起的天际线，体验科技生活的大变迁，一代代亲历者的无数次看见，成为特区立传，也定格了下一册流光溢彩的厦门经典。这本厚厚的相册，就是我们一家祖孙三代用来记录时间的方式。打开它，40年的光影变幻，就在一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我看见，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海峡西岸的一片年轻热土上，种下了他的心愿。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小树苗如今已是枝繁叶茂。快看，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些青春的面容，他们正搭着汽笛声疾驰而来。相会，荡起小船儿，南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得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每个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百年的情谊。
光的天一上啊，炊烟在新建的竹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光就这样，年轻的特区开始茁壮地成长了起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他渴望着更多新鲜的阳光雨露的滋润。看，一架又一架的飞机跨越大洋，降落在了厦门机场。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扬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扬起。风雨兼程，筚路蓝缕，都被浓缩在了我们家这本小小的相册里。厦门经济特区，它承载并实现了多少人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充满热情的，在这片土地上追梦。我们都是追梦人，接受汗水奔向天地报道，一句我敢风起涌成潮，海阔天空。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到明天幸福向我们问好，最美的风景是拥抱。每个声音上扬
这就是我的爷爷和爸爸他们镜头里的厦门，他也定格了鹿岛每一个灿烂的春天。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爸爸经常跟我讲有关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说，如果把它们一张一张的拼接起来，那就是一张最美的蓝图。那个时候啊，我还小，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直到今天，当我也端起相机拍摄我眼中的家乡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张蓝图真正的美。我是厦航的一名飞行员。说起厦航，这无疑是特区四十年建设的一个奇迹啊。从最初的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有飞机，没有机组，到今天呢，我们拥有飞机209架，350多条运营航线，可以飞到全球6大洲、36个国家呢。哈哈，牛吧！我们将继续牛下去。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每当我开着厦航的飞机翱翔蓝天俯瞰厦门的时候，心中的那份骄傲，那份自豪，这些呀都让我激动不已。仰望天空，脚踏实地，每当我站在红绿灯路口执勤的时候，看着穿梭不息的车流，八方云集的客商，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让厦门充满着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我想答案就是家安路安，食安业安心安的人民幸福感。大厦门美而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闪亮的警号，耀眼的肩章，就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底色。我是马陶村的农民，也是银鹭集团的员工。别看我这身制服这么不起眼，我们呀可是村企共建的先行者，凭着双手和头脑，让我们住上了一栋栋美丽的房子，让一条条洁净的沥青路通到每一户的家门口，也让一片片的花草树木种在我们的房前屋后，是跨岛发展的梦想让我们富了起来。环东海域新城建设，新一轮的大发展，更是让我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我们呀就是要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我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我还记得当年习总书记给我们寄来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远亲不如近邻，想起您挑灯夜战擘画发展蓝图的画面，好像就在昨天。现在我们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从每天清晨6点的文明督导到深夜10点的平安护援，全市的党员志愿者总是活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小善举发挥大作用，我们用志愿红诠释着党旗红，让这座美丽的城市时时处处都收获着幸福与感动。看到我的这身衣服，大家就知道了，我是一名医护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就是用心用情守护大家的健康。抗击疫情，我们与时间赛跑，创造了厦门纪录。改善医疗，我们引进了复旦中山、四川华西，批建了3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最新数据告诉我们，厦门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了81岁。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我们每天都送走星星，迎来太阳，虽然很辛苦，
但是当工作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啊，看着一条条整洁干净的街道，我的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便觉得我们的辛苦值。现在我们厦门已经蝉联了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生态文明指数啊，居全国第一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造福子孙万代不变的真理。我啊，还得继续努力呢。我呀，是市委组织部第八批32名驻村干部中的一员。我所在的军营村和白礁祠村呢，那可曾是咱们山最偏远最穷的高山村，是山上戴帽山下开发的发展之路，为我们啊指明一条精准发展的开发致富之路。作为一名驻村干部，我们时刻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啊，带领乡里乡亲坚持啊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向着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啊再出发。身在不同岗位的特区建设者们就像是一个个渺小而又不可或缺的像素点，让爷爷相机里的照片逐渐有了色彩，画出了一个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的厦门。今天我也要用手里的相机记录下更多精彩的瞬间，用青春的亮丽色彩把家乡装点，让这张蓝图变得更加立体，让人民至上的理念和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永远传承。坚守人民的幸福，阳光雨露，时刻呵护。
响应苦这路，坚守人民的幸福。这苦这路，坚守人民的幸福。人民至上，短短四个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民为天，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的不变追求。此刻，一代代特区建设者就坐在这里，他们之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永远跟党走的普通群众，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特区建设添砖加瓦，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现在，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向他们致敬。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清新的蓝，宜人的绿，是厦门恒久的骄傲。每每听涛漫步，我们心旷神怡，耳畔传来的是一代代奋斗者踏浪的足音，是古老东方和地球村合唱的旋律。他们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传奇，从海峡两岸的共通，到乡村振兴的共建，从全面小康的实现，到共同富裕的追求，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友城建立的规划蓝图上，厦门成为了中国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支点。在收获了越来越多点赞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城市姿态，扩大着自己的朋友圈。站在过去与未来的焦点对望，前面是远方，身后是故乡，萦绕在心间的是那首《海之梦》的交响。
咱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家安在这里了，城市的地图都刻在了心里。社会的安全和谐要靠我们大家共同维护。一个市民的面貌就是一个城市的面貌。每个小家的幸福就是一个民族的振兴。厦门是世界的厦门。厦门轻轻的秋瓜，我愿把最动听的歌声献给我们的厦门。我来厦工作呢，已经有6个年头了。第15年。第3年。已经是第15年了。第20年。第8年。19年。第5年。第14年。第10年。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以前我有听人在说，说厦门有一个古老女，家家户拢有皮啊诺，顶面搁徛着一个郑成功。我来到厦门有几年，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第二个故乡。厦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也有白灵寺。厦门亲像一首歌。厦门的蓝天白云，每天飞机在厦门的上空翱翔的时候，透过小窗，我仿佛看见了诗和远方。我爱厦门的沙滩大海，远远望去，除了一片片迎风而立的白帆，还有踏浪而来的追梦青年。我爱厦门的满城鲜花，不论一年四季，只要你思念着春天，总能从这捕捉到梦想的香甜。我爱厦门的城市街巷，惊艳于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我们更留恋那顿热气腾腾的早茶。这里的每一寸草木、每一方空气、每一片砖瓦，还有每一位市民，都在张开双臂欢迎你。无论天涯海角，来了就是厦门人。来了就是厦门人。我来到厦门有几年，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第二个故乡。厦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也有白灵寺。厦门亲像一首歌。厦门亲像一首歌。
全世界来听着你来来念歌，全世界来听，我全世界来听。我们来一起拍张照吧，来，一二三，厦门我爱你，厦门我爱你。这就是我的家乡，有山有水有花海天堂，还有同伴们青春快乐的模样。如果你也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你相机里拍下的除了诗和远方，一定还有那一束束隐藏在厦门人家里的一线一雕的文化之光。
天，只羡一角日与月悠长，画大地，只画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为炎黄，心坦荡，一生荡四方。旧天长，怀揣昨日的雨雪风霜，一片赤诚穿越苍茫，接过岁月的春秋守望。满天星光，梦想成真的脚步怎能阻挡？我在路上，相信前途宽广，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升起，再闪耀光芒。
风吹雨打更加坚强，就像奔腾的黄河长江，一路跋涉没有悲伤，接近希望的美丽曙光。吹雨打更加坚强，就像奔腾的黄河长江，一路跋涉没有悲伤，我接近希望的美丽曙光。百年风华正青春，相约未来再出发。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虽然只有40年，但这片土地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很远。它见证了百年之路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圆。今天在这样一个艰苦奋斗、不畏艰难、敢为人先、敢于拼搏的城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在这里你可以邂逅中国机遇，也可以推开世界之窗。在拥抱未来的同时，也被未来高然锁定。活力焕发，群鹿星下，越来越多的创新人才爱上了这里，更多千里马加入到特区建设的队伍中来，为这座城市的壮美蓝图增添色彩。带着我们就是厦门，厦门就是我们的担当与誓言，创造明天，邀约未来。
me shower. Rock off.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领先。去闯历两个一百年，未来由我们主演。那是一首诗篇，挥写爱和春天，所有诺言都实现。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唯有信念永不变。奇迹不断的涌现。期待那时再相见。我和爱人三有个约，约在欢呼雀跃那一天。我亲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爱人三有个约，约在心征途的新起点。用真心去创立两个一百年，未来由我们主演。我和二零三五有个约，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用真心去创立两个一百年，未来由我们主演。我和二零三五有个约。
我在大海边聆听新时代澎湃的涛声，我在涛声中铺开新百年绚烂的征程。我们站立的地方叫厦门，祖国巍峨大厦的青春之门，连接着理想的长城，统渠着信仰的天安门，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刻，在两个百年日月交汇的灿烂时辰，我们要对您说，亲爱的党，我们要对您说，亲爱的党，镰刀锤透的誓言已经注入了我们的心胸，化作了钢铁般的筋骨，热血般的鲜红。继往开来的火炬已经传递到我们的手中，我要带你走进一个幸福的厦门，脉动的是你追求共同富裕的心声。在这里诞生的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就像一部史诗大剧，由我们的父辈打造而成。今天我们站在父辈骄傲而又光荣的土地上，庄严承诺，2035我们将开创一个更加幸福的厦门。2035我们将开创一个更加幸福的厦门。我要带你走进一个美好的厦门，让你的人生常常与快乐相拥，喜悦相逢。在这里发生的中国故事进入了新的航程，更多的中国精神、中国形象灿烂其中。今天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再出发，庄严宣誓，2049我们将托起一个更加美好的厦门。2049我们将托起一个更加美好的厦门。历史告诉我们，筚路蓝缕的新百年路没有人赐予我们成功，大美在险峰。这又是一次前无古人的长征，这又是一次信念永恒的钢铁炼成。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在祖国的大地上，在我们的故乡厦门，我们站立的地方叫厦门，强国之路从这里通向世界，和平之声将汇聚世界大同，我们是新一代厦门人，我们是新一代厦门人，新百年新征程，一起跨越复兴之门，新百年新征程，一起跨越复兴之门。心眼不变的是袒露着的坚决，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看春秋更迁，爱拼家恩呀涌入了血液，多少故事在这片土地装鲜，厦门
天，乘风逐浪向前，海上花园迎来晴天。我们与厦门有约，共赴美好的明天，一百年为起点，许下征途宏愿，腾飞厦门让世界看见，让世界看见。风雨路遥远，白鹭向青天，回首昨天仿佛就在眼前，海风轻拂面，旧曾换新颜，不变的是探路者的坚决。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看春秋更迁，爱拼才会赢，涌入了血液，多少故事在这片土地撞现。厦门与世界有约，世世在光阴飞跃，看沧海变桑田，乘风逐浪向前，海上花园迎来新篇。厦门有约，共赴美好的明天，一百年为起点，许下征途宏愿，腾飞厦门让世界看见，让世界看见。四十年春华秋实，四十年换了模样，厦门发展一路领跑的制胜密码就是爱拼敢闯。这里的人们勇敢坚毅，吃苦耐劳，他们始终坚守一个信仰，就是永远跟党走。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智慧，让厦门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常在，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常在，碧海银滩、海豚逐浪常在，田园相依、百姓安居常在，向着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目标前进。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以特区建设四十周年为新的起点，相约下一个精彩的四十年，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绘厦门新蓝图，看大潮起东方。
们就站在希望的路口，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看得见所有文明和自由。我们中国就在我心头，相信未来跟他一起走，爱世界爱祖国，对人们温柔，四海之内有朋友们，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2022年。当新年的第一轮日出从东南海面升起，厦门儿女将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伴着阳光，踏上新的赶考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厦门新的力量。民族凝聚了福建。
新征程使命领航，thank you.